充一下，就是现在姐姐是非常多，虽然说我年纪比较大，真的好久没轮到我得奖了。然后就是我希望将来可以再继续得奖。那其他的感言就是一样是谢谢公司，然后谢谢我们的老板以及导演对我全然信任，然后放手让我自由发挥。恭喜雷震霆老师，谢谢你。还不用叫我老师。我是老师啊，来恭喜。